我们是最好最好的朋友，在欢笑中一起生活，让我们有颗纯真的心灵，跳动着同样的节奏，现在走着同样的道路，未来还是个未知数，让我们充满信心的胸怀，去面对我们的未来，所有的困难我们一起来担当，我们的快乐一起来分享，我们的生活一起来成长，未来一起来奔放，所有的困难我们一起来担当，我们的快乐一起来分享，我们的生活一起来成长，未来一起来奔放。拿好，拿好，拿好，来，哎，来吃吃吃水果，来来吃水果的，吃吃吃，猪猪，猪猪，猪猪猪，哎，衣服拿来了，去洗衣店拿来，哎，哎呀，干什么？洗的衣服啦，拿回去。小红啊，啊，眼睛有脏东西，我帮你吹吹，眼睛来点，哎哎呀，哎。想啊，我们应该走了，让他们年轻人啊多谈谈，多聊聊。嗯，哦，对对对对，哎，该走了啊，那我们该走了。芭比、妈咪，你们订了哪家旅馆？我开车送你们回去啊。我住在强强家，我送你们回。不用不用，你们年轻人多聊聊，我跟你妈咪，我们会走的。再见啊，再见，妈咪，有空来玩啊。再见现在我老爸老妈不在了，不用演戏了。哦，哎，你们也是演戏啊？对呀、啊，你以为你我们在干嘛？真的呀？是啊。哎，我想先去洗洗澡，有没有人反对的？没有，没有人反对，女士优先。我帮你开热水，谢谢。OK。罗姐，你跟我熬什么文珍的？说呢？哎，大德伯，你怎么没睡呀、啊？我睡不着嘛。哎，你说那个福太太会是谁呀、啊？她为什么说跟我们强强这一辈子扯不清楚？这又是什么意思呢？哎，你说的对呀、啊。是不是我们家强强亏欠人家什么？哎，我现在就是在担心我们强强吃了亏受了骗。哎，不行不行，我越想越不对哦。嗯，老太婆，又怎么了？我是感觉，俊孝啊，跟那娃娃他们两个人好像有什么，好像有什么不太对劲。哎，我们现在过去看看他们，好不好？哎呀，这么晚了，人家睡了。走啦，我们现在就过去看看。走啊走啊走啊！哎，俊孝，你觉得小猪怎么样？我是承认你妹妹很有吸引力啊。哎，但是我们可是在演戏啊。演戏有演戏的分寸，我可不许你啊打智柔的歪脑筋。你看我像是这样子人啊？
是有点像。哎，我问你，你跟娃娃相处这么久了，你对她……哎，我可是一个正常的男人，任何一个正常的男人看到这么漂亮的女房东，多多少少会有一点心动啊。什么？你是说你对娃娃动了凡心了？哼，奇怪了，我承认我喜欢娃娃，这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？我得防着他，免得他近水楼台先得月。哎，好了好了好了，我去洗澡，不理你。哎哎哎哎，等一等，志柔正在洗。啊？哎，你觉得小猪怎么样？小猪很好啊。哎，我就觉得你跟小猪挺配的。我看你们两个啊，嗯。哎，怎么了？你想把你老妹推销给我啊？哎。我可是看得起你，我才这么做的。哎，你难道不觉得今天晚上这个组合十分的完美吗？啊？什么组合？哎呀，就是你跟志柔是一对儿，我跟娃娃也凑成一对儿啊。嘿嘿嘿，我们可是在演戏，这都不是真的，你想到哪去了？柔柔，香香，爸爸来看你们了。我爸妈来了，我老天啊，这是该怎么办啊？帮帮我，帮忙，赶快重新组合，你跟志柔一对，我跟娃娃一组，快呀，快！我跟，哎呀，来呀，老朱，哎，老朱，哎哎哎，娃娃，快快，哎，喂，他哪里？头也塌了啦，干嘛干嘛？演戏演戏演戏，干嘛干嘛干嘛？爸爸妈妈来了，你的爸爸妈妈也来了，不是我的爸爸妈妈，是我们的爸爸妈妈。我们的爸爸妈妈，我们什么时候变成亲兄妹了？不是不是不是，我们的爸爸妈妈是小猪跟老猪的爸爸妈妈来了。小猪跟老猪爸爸妈妈关我们什么事呢？啊，对对，不不对不对不对，我跑错房间了，对不起对不起。哎，你配错了啦！跑错了，来了来了，哎呦哎哎哎呦，搞什么嘛你？你轻一点，哎，快点，快点快点快点，快点快点快快快快快。哎，小伙你快走，快走，做戏。哎，来了，哎，哎，我又来了。大哥，你怎么来？朱伯，哎，朱伯，哎，笑笑，请坐，请坐。是这样的，你岳母啊不放心两个孩子，所以啊拉我一起来看看啊。是啊，是啊，是啊。因为啊，我们两个停留的时间很短，所以我想过来多看看孩子们，替孩子们盖盖被子什么的啦。哦，还有啊，强强以前一定要吃我为他准备的宵夜才肯睡觉哎。哦，柔柔每天晚上啊，一定要让我讲个故事给他听，他才能睡觉啊。是啊，对对对对。哎，柔柔呢？爸，在洗澡。哎，好。哎哎哎，笑笑，来来来，哎妈，笑笑，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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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呦，娃娃娃娃，来来来，娃娃给我给我，笑笑啊，笑笑，去去去，拿进去给柔柔啊。妈，哎呦，进去啦去啦，你都已经订过婚了，你还害什么事？去去去去去去呀，进去呀。哎，殿下，殿下，去，殿下。如果说你欺负志柔的话，我一定不饶你。嘿，他不欺负我就不错了，这是话。废话。进来啊。哎，来来来。叫我拿衣服给你的。哎呀，我老妈就一天到晚怕我嫁不出去，真讨厌。衣服拿来了。不要紧，不要紧，没有关系，我不介意的了。不要看你这孩子看得要死了，我告诉你，我们是在演戏，你爸演得太入戏了你。可是不入戏怎么演得好呢？为什么你？不要看，不要看，不要，头转过去啊，我穿衣服了。快点，快点，别看，别看了，叫你转过去，你怎么跑那么讨厌你？可是这快点。好了好了，走走走，毛线也不要脱了。要快点，要快点。嗨，柔柔，哎，还没睡呀，柔柔。哎，
我要晚上要讲故事给你听，你才能睡得着啊。小朋友，你们睡觉喽，等你们都睡了，我们才回去睡。嗯哼，好好好，睡觉睡觉，我们睡觉睡觉睡觉。哎，哥，不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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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好了，我们去睡觉了。我实在受不了了，不要再演下去了嘛！我好啊，拜托拜托拜托，他们明天一早就走，拜托拜托嘛！哎呦，娃娃，你就算不帮我，你也看在小猪的面子上嘛，好不好？娃娃，小强，小强。强强啊，强强，你不能太晚睡，赶快躺下来，赶快躺下来啊！哦哦，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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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，强强啊，他常常半夜里会肚子饿，所以我都会给他准备点心摆在床头。哦，还有强强他怕热，夜里暖气不要关掉哦。哎哎，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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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，男人嘛，就像永远长不大的孩子一样，需要妈妈的照顾。他们啊，嘴里不说，心里永远少不了母亲的照顾。所以说以后啊，你成了他的妻子之后，你还要兼做他的母亲，那他就永远不会离开你。强强，好好的睡啊、哦。晚安啊、哦。晚安。晚安。来，晚安。晚安。晚安，猪妈妈。晚安。晚安。哎，起来起来，戏演完了。白雪公主啊，是全国呀最漂亮的女人。于是，这皇后啊，哎呀，气哦，气死了，气得要命哦。哎呦，还讲这种老掉牙的故事，拜托。这皇后啊，心里想，哎，我肯定要想个办法，要把白雪公主啊给整死，使她呀。那么变成全国最美最漂亮的一个女人。你来说，你来说。我说。后来，皇后就拿了一个有毒的苹果给公主吃，就拿了一个有毒的苹果嘛，给白雪公主吃。后来，你老爸走了啦，别装了啦，这么快就睡着了。强强啊，能够娶到娃娃这么漂亮的老婆，终身有了着落，真是太好了，太好了。对对对，哎，柔柔啊，从现在开始啊，每天晚上呢，有人给他讲童话故事啊，我总算了了一桩心事。这是乱点鸳鸯谱。乖乖吗？
妈知道你最听话了，去帮我妈做件事，叫老周果果起来好不好？嗯，没问题。乖，我这就去。老猪贝贝，怎么是你啊？你妈咪呢？你要找妈咪啊，就跟我来。就到了一个大木屋，然后就认识了七个小矮人啊，小地震的震央。哦，刚刚那个地震原来是老猪宝宝制造的。哇哦，它的吨位可真大哎。嗯，这下跟小猪怎么还没起来？嗯，不要这样啊。这下对小猪怎么了？好吗好吗，哎呀，不要闹人家睡觉呢。嗯，陈俊晓竟敢在我家里。老朱老朱老朱，你快醒醒快醒醒，救小朱啊，快让老朱来，快急了，快快小朱小朱，俊晓过来过来看俊晓，俊晓怎么样了？啊，是是是，志勇，开门呐！志勇，快开门，是我！吵死了，谁呀？志勇，我是抢钱了，我是你哥哥。呀，陈俊晓，你干什么？你把你手拿开！你讨厌，你干什么？陈俊晓，我限你两秒钟之内把门打开，要不然我对你不客气。出来！来了！大声干什么嘛？陈俊晓，你这个伪君子，你对志柔做了什么啊？
我什么也没做啊，我还说没有。你看小猪那个痴呆相，陈俊孝，我对你太失望了。哼，我真的什么也没做嘛。你们看，他睡在这一半，我睡在这一半，我们各睡各的，什么也没做嘛。是吗？是啊。哎，那昨天晚上你们，我不怎么，我昨天晚上跟娃娃怎么样？什么事也没发生啊？是吗？好了好了，什么都不要说了，我受不了了，我不喜欢我的家里充满了猜疑的气氛，这场戏到这里为止，我不演了，我退出。娃娃，娃娃，娃娃，拜托拜托拜托了，好了，都是他们两个臭男生不好了，不要理他们两个了。但是你不可以不理我啊，你总要陪我把这场戏演完嘛。哎呦，我爸比妈咪年纪都那么大了，而且他们今天一早就要飞回去了嘛，对不对？拜托拜托了，帮我演完这场戏啦，娃娃，求你了。好了，我总不能打我自己的嘴巴告诉他们说我是骗他们的嘛。哎呀，我求求你了，我一定是他们来了，我不喜欢欺骗。现在你们不方便开口，我来讲，这个游戏到此结束，我来讲。好了，好了，我求求你，我来，你不厉害吧？妈，妈，妈，我有句话先跟你谈的，待会再说了。先跟我们出去慢跑吃点心吧。我认为先谈比较好。不急，待会儿再说。不是，还是先吃早点，然后再说，好吗？对对对，有的话回头再说嘛。可是我已经忍不住了。哎呀，走吧，我请你们大家吃早点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回来再说。你要知道，你们的爸爸原来是有严重的心脏病，现在居然好多了。有心脏病？我们怎么不知道？哎，我怕你们两个人担心呢。现在啊。爸爸知道你们两个人都有好的对象，快结婚了，所以爸爸很高兴。这一高兴啊，心脏病啊就好了一半啦。哎，朱伯，心脏病不是开玩笑的，幸亏有朱伯母好好的在照料你。要照顾他可不容易，要注意他认可多，不能生气，不能着急啊。他心脏病一发作是要人命的呀。啊，对，娃娃，你刚刚说要说什么？我是想，待会儿到哪去吃早点呢？是，我会带柔柔出去吃饭，哪里应该的嘛，她是我的未婚妻嘛，是，好，再见，猪妈妈。啊，对不起，我忘了，再见，妈，啊，好，去把柔柔叫来。柔柔是谁呀？哎呦，朱志柔嘛。哦，是我们经理啊，你找他有事？你是不是应该过去他办公室比较好？陈副理。现在关系不一样了啦，去叫他过来了。哦，有这回事。进来。陈副理，请问你找我这个朱经理，为什么不到我的办公室去，还要我过来？您真大牌啊你！别生气嘛，朵朵。妈咪打电话来。说要我带你出去吃饭，走吧。等一下，你妈咪认识我啊？她为什么叫你带我出去吃饭？是你妈咪，不是我妈咪。哎，那是我的妈咪，不是你的妈咪，你就不要乱叫嘛你。可是我们不是订婚的吗？那是假的，我们在演戏啊。哦，不要计较那么多了，走了。等一下，你要请我到哪里去吃饭啊？哎。你搞清楚一点啊！你妈咪打电话来叫我带你出去吃饭，但是不是我请客啊？你是经理，我是副理啊！你怎么那么小气啊？你这个小气鬼！走，
104块。钱来了，雪娘，你就一桌。你这个人怎么这样讲话呢？难怪我们家强强不要你。强强，强强是谁呀？哎呀，不要我！你有没有打听看看，这里有多少人都有，我都不要。强强什么东西呀？强强，强强是我的儿子。我儿子叫朱自强。哦，朱。请问我家强强跟你是什么关系？哦，哎，我们关系很复杂了。哦，那你们是？哎，对了，哎，我们是好邻居啊，也是好朋友啦。啊，他常常来我家啊，我也常常去他家啊。他常常帮我啊，我也帮他啊。而且，反正我们关系就是很密切了，很密切了。他们家的那个柴米油盐酱醋茶都是我给他的。对了对了，那我们强强有没有欠你什么？哦，有了，108块。好，才108块啊。做生意快就是万，就是欠了108万。这么多啊！哎呀，不多了，不多了，这点小钱算什么？没有关系啊。108万，他还说不多，可见他们两个人还有。伯母啊，哎，这个不要放在心上了，我不准备向他要这个钱的。他不要这个钱，我看呢，他们两个真是这一辈子都扯不清了。哎呀，强强怎么这样呢？请问你是？我是胡太太，胡三三。胡太太，请你放心，我儿子欠你的钱，我一定会替他还给你的。哎呦，不要这样了，不要放在心上，没有关系了。哎，不，一定要还给你。呀。走吧。OK。不做，要走了。不做了。慢走。OK。再见。再见。有空来玩了。再见。我怎么得罪了我的公公？不，我怎么得罪老朱的爸爸跟妈妈？我气了了。丁丁娜娜，来，到餐厅来。丁丁过来，过来。哎呦，来，你们猜猜看，九九给你们带了什么礼物来？是玩具。哎，不对，再猜。好聪明啊！来，看，谁在说话？九九他会说话耶！九九，他叫什么名字啊？他呀，他叫咪咪。咪，你好。其实你是很喜欢他。怎么样，喜不喜欢啊？喜欢，谢谢姐姐。我来。吉利，你最喜欢他，你叫他坐。两位是？我是朱志全的父亲。哦，朱老婆。那你一定是志柔的姐姐喽。小伙子啊，你嘴真甜。我是柔柔的妈咪。真的？哎呀，你没有骗我啊。对呀，你是？哦，我是娃娃的弟弟。哦，原来是未来的小舅子哦。我告诉你啊，你的姐姐就要嫁给我们强强了啊。你姐姐在家吗？妈妈出去了。不在家。那我问你一样啊，小弟弟，你认不认识福太太？福太太认识啊。那她跟我们强强。
他们两个简直是一对欢喜冤家呀。哦，其实我倒觉得啊，这个胡太太跟老朱啊，不，我是说跟志强啊，简直就是一对嘛。你说他们两个是欢喜冤家？哎，那，他们两个人的关系是？哎呦，这关系很复杂，我看呢是扯不清了。哎，是不是发生什么事情了？哦，是这样的，是没事。哦，没事，好好，那我先走一步了啊。好，叮叮当当，九九走了啊。九九再见。好，你们乖乖在家里待着啊。好，拜拜。老头子啊，强强居然跟那个福太太搞不清楚，你看这件事该怎么办呢？让我想想看。老姐真的答应嫁给老朱，有没有搞错呀？嗨，我啊，老朱，哎，这是我送给朱爸爸、朱妈妈的香菇茶叶，还有牛肉干。好，他们说下午几点能搬机走啊？哇，谢谢，来，坐。好，只要他们马上走，我可以送更多的东西。哇，他们到底什么时候走啊？我们不走了。什么？为什么不走？是不是拿不到飞机杯位置啊？如果这样子，我旅行社有熟人可以帮你们随时拿到位置的。好啊，你怎么了？你不希望我们留下来啊？不。他不是这个意思，娃娃一向很热心的，他知道你们今天要走啊，哎呦，还特地买了好多土产，什么牛肉干怎么送给你们的？是啊。娃娃绝对不是这个意思，对不对？娃娃啊，对不对？是啊。娃娃真是一个好媳妇啊。是啊。哦，哪里？啊，请坐。好。是这样的，强强他妈妈希望留下来啊。多跟你们团聚，聚聚聊聊天，所以啊，我们就延期了。我想你一定会欢迎我们多留几天，对不对？啊，哪里？是啊。哎，宝宝，你有什么地方不对劲儿？哎，是啊。哦，不，哪里？不，没有。哎，对不起，你刚说什么？我刚才说的，我。爸比。娃娃太累了，他先回去休息，好吧？改天再聊，改天再聊。娃娃，你先回去休息啊！好，再见啊！拜。我跟你联络哈。好，拜拜。哎，你看见没有？我们强强啊，对娃娃挺体贴的耶。哎，跟我一样哦。啊。走了，那什么意思啊？意思就是说我继续扮演朱家小媳妇了，莫名其妙，真是莫名其妙。说呢，真是的。哎，不要忘了演戏呀！哦，对，未婚妻。嗯。
妈咪在不在这里啊？没有啊。他们有没有说什么时候要回去啊？他们说要跟未来的女婿多聚聚。我。啊。哎呀，一定是我妈咪跟我爸比来了，赶快去开门啊！哦。宝啊，你怎么了嘛？我正想问你呢，你怎么？你忘了你这是干什么啊？可是我。哎哎哎哎哎每一个人都有一份。哇，做妈咪，做妈咪，这上面呢，上面写了名字的，等等你们自己拿啊。哎呀，你来宣布吧。OK， 嗯 ，OK。娃娃，嗯，强强，哎，我跟你妈妈商量的结果，先给你们来一个隆重的订婚典礼，让你们有个名分，你们看如何啊？我跟老朱的订婚典礼啊，我跟老朱订婚了，我真不敢相信。哦，这可高兴了。放心，娃娃现在已经答应了，那实在太好了。呀呀！娃娃，哎呀，强强你放心好了，妈咪会为你做主的。等你们正式订婚之后，你爸比才有放心坐飞机回去。啊！爸比妈咪的意思说。如果不跟老朱订婚，爸比妈咪就不坐飞机走啊！呀呀！太棒了，太棒了！好意思！哎，你看这小两口啊，真是难舍难分呐！哎呀，宝宝，你听我说嘛。老朱，我演不下去了。如果你爸比妈咪决定住下来，我真的非嫁给你不可啊！我也不知道事情会发生到今天这个地步啊！哎，我以为他们今天就会走的。我求你，我不管了，我不管了。演完今天，我明天什么都不管了。可是我爸比跟妈咪……那你还要我继续扮演你未婚妻啊？啊！你不觉得这太荒谬了吗？娃娃，你就委屈委屈一下，我求你。老朱，我是不可能跟你订婚的。我告诉我是不可能的。啊，老公怎么了？爸比，娃娃，你真的不愿意嫁了我们家强强吗？我不。我跟老朱也只是演戏而已，又不是真的，我的反应也太过火了一点。娃娃，我跟你讲了，等我爸比病好一点的时候，我一定叫我老哥跟我爸比把申请讲清楚了。哎呀，说实在的，就跟他讲说，你跟我老哥根本就不是一对，你对我老哥根本就不行不行，你不能讲，一讲出爸比待会又病发了怎么办？我既然答应老朱要演这个戏，我会。遵守我的诺言，把戏演完的。娃娃，嗯，你真的答应把这个戏要演完呐？嗯，那你的意思说，你要跟我老哥订婚喽？嗯嗯，娃娃，你真是我的好朋友。哎呦！朱爸比，对不起，都是我不好，害你住院打针的，对不起。刚
刚啊，强强来跟我们都解释过了，他说你是口是心非的人，嘴巴上说了不愿意的事情，其实心里面是最喜欢，是不是啊，娃娃？啊，我口是心非。哎，夏夏夏，妈咪呀、啊，哎呀，娃娃就是这样子的一个人啦。哎，其实不止娃娃，许多的女孩子都是一样的。对对对。一提到婚姻的事情啊，就是欲语还休，欲拒还休，口是心非的，是不是啊？是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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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。我口是心非，我想我是其实。啊，对对对对对，我是想。哦。哎呀，娃娃同意嫁给我们家强强啊，我的病啊就好的差不多了，我的心脏会更强壮，更强壮啊！太好了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！哎，柔柔啊，什么事啊？你刚才说，芭比打完针之后，你要给芭比什么东西吃的？嗯，给芭比 ice cream。哎 ，ice cream。嗯，贵贵贵。Give me, come on, come on！ 马上来，马上来！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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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能够让我们柔柔看上的人还会错吗？啊、对不对？哎，谢谢芭比，谢谢妈咪的夸奖。嗯，好，谢谢谢谢。你不是有话要跟我说吗？啊哦哦哦，好吧，我是要感谢你，没有在我芭比面前揭穿我的谎话。你为什么说我口是心非呀？啊，娃娃，我实在想不出什么话去安慰我爸比，所以我才算了，反正我们在演戏，本来就是口是心非嘛。娃娃，我知道演这出戏啊，让你很为难，不过，哎，我也是没办法了。哎，我只求你啊，在我爸比跟马兵面前啊，不要穿帮，哎，我就心满意足了，好吧？你放心，既然我答应了演戏，我就不会让这出戏穿帮的。啊，谢谢，谢谢妈妈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叮叮当当，妈妈回来了。叮叮，呼呼，妈妈回来了。咦，乖乖。发生什么事了，叮叮当当哈？妈妈，你真的会嫁给老猪宝宝吗？啊？妈妈，嗯，你不可以嫁给老猪宝宝。我不要老猪宝宝做我的新爸爸。为什么？你们不喜欢老猪宝宝吗？喜欢是喜欢，可是老猪宝宝不像爸爸。我觉得陈叔叔比较像爸爸哎。妈妈，你真的会嫁给老猪宝宝吗？不知道哎，但是现在看情绪好像非嫁不可了。妈妈，我们现在能不能去找阿雄玩啊？好啊好啊，但是要乖乖的，不要吵架啊。好，妈妈再见。嗯，妈妈，你不可以嫁给老猪伯伯。哦，妈妈再见。再见。再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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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娃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我擦一擦就好了，没关系。娃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刚刚啊，你真是的，娃，啊，是娃娃的衣服。娃娃，你不要生气嘛，我跟你道歉好不好？我不是故意的嘛。请你走开，我一人静静。你不要生我的气嘛。你走开嘛。娃娃，你不生我的气，我当然会走开啦。娃娃，娃娃，你听我说嘛，娃娃。哎，娃娃，你不会想不开吧，娃娃？我。娃娃。我告诉你，你离我远一点。娃娃，人家是好心才拿冰淇淋给你吃啊。谁稀罕你的冰淇淋？可
可是 是爸爸叫我拿来的。爸爸谁爸爸？不是，是小是猪爸爸。猪爸爸，爸爸爸爸，你忘了你在演戏啊？你太入戏了。爸爸爸爸叫这么顺口。哎，娃娃，娃娃，你不要。娃，你放手，你放手，你放手。你听我说，我不是故意的，娃娃。是不是要问娃娃到底怎么回事？他们该不会像强强跟胡太太那样一辈子才不清？哎呦，我的天哪！我不敢继续想下去。哎，你别老这边走来走去，你走到我头都发昏了你。妈咪，怎么样？怎么样？是不是娃娃不在家？这么快就回来了？他在家。妈咪，妈咪，那你们谈的怎么样？我是说订婚的事。哎哎哎，我妈咪，妈咪，怎么到底怎么回事？我看到，哎，我看到娃娃跟笑笑两个人好像很亲热的样子。哎呦，没关系啦，没关系啦，妈咪，他们两个是好朋友嘛，不会有什么事情的嘛，是不是？是是是是是，没关系，无所谓。哎哎，你们两个有没有搞错啊？他们一个是你将来的未婚夫，是一个你将来的老婆啊！你，妈咪，真的啦，不会有什么事情发生的啦。我跟强强两个人都很相信他们的，是不是啊？是不是啊？是是是。哎，你们在想什么？没什么，没什么。今天没什么，并不表示明天也没什么呀。他们两个那种态度，妈咪太不放心了。看样子啊，你们两个的婚事，我是非管不可了。纯真的心灵跳动着同样的节奏，现在走着同样的道路，未来还是个未知数，我们充满信心的胸怀去面对我们的未来，所有的困难我们一起来担当，我们的欢乐一起来分享，我们的生活一起来成长，未来一起来奔放。